假设 y 等于 x 平方加 x 加 k 的图形通过了点 E3， 是求 k 的值为多少呢？好，这个图形通过了这个点，跟我们直线通过点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直接把点带回去我们的函数。好，所以我们把点带回来， y 等于 x 平方加 x 加 k， 把点带进来，3等于1的平方加1加 k， 所以 k 会等于1。